连续举办五年的 Superstar 体育表演会，9月21号将在台北小巨蛋登场。今年由20组顶尖体育团队一同带来10项精彩的演出，包括韩国跆拳道团体 K Tigers， 以及连续15届全国啦啦队锦标赛冠军 Monster 社会队。大概是从7月初的时候就实际开始进行排练，所以今年的整体期待大家带来一个就是跟美式传统美式竞技啦啦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一个感受。哎，我们99体育节系列活动哈，这个 Superstar 哈，这个体育表演会，那过去几年呢受到社会大众非常热烈的回应哈，那8000张的门票3分钟就秒杀哈。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几位国手哈，奥运的国手哈，他们都会一起来共同的参与表演。2019 Superstar 体育表演会，这次主持人游浩子以及初次踏上体表会的莎莎共同担纲，节目尾声更请来杨丞琳压轴献唱。另外，担任国民体育日代言人的安心亚也将带来武术表演，并且挑战高空特技。2019体育表演会即将登场。9月21号晚上6点，我在台北小巨蛋等你们哦。2019 Superstar 体育表演会8月17号下午1点开始锁票。9月21号当天没办法到场的朋友，也可以透过爱运动粉丝团等各大平台欣赏这场体育表演盛会。